能够来到这个团团微风南山的开幕，那事实上团团的老板冯阳敏小姐一直是这个在台湾时尚圈的时尚教母。那大家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就是包括像是很多的品牌都是她代理的，团团是大家知道的，然后包括像是 Camper 啊、45RPM 啊，那么在这个东华南路这一带呢，或者是在很多的这个百货名店呢，事实上都有她。想要用他自己的精神态度去创造一股不同的时尚感，就是所以我常说是他时尚的台北。那我也觉得很荣幸是能够接受他的邀请，然后来做他们今天开幕的演唱嘉宾。那其实这个缘由很有意思，是因为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喝酒，然后刚好那个场合有卡拉 OK， 我就唱歌，然后冯小姐就看到就吓一大跳说，结果你英文歌唱得这么好，其实一开始是唱姐姐妹妹站起来啦，后来我就开始唱一些这个英文歌，爵士歌啊、blues 啊等等，然后那冯小姐就觉得说很适合他们今天的这种 feel， 然后很经典的感觉，所以就希望找我来。那这整身的衣服都是团团，然后我觉得非常有这种创新大胆的风格，然后这种时尚语言我觉得也跟他的人生态度是一样的，就是他完全大无畏别人的眼光。然后就像我今天的头发配的是爱因斯坦疯狂头发，现在是疯狂到一半而已，待会还要继续再加工，就是觉得其实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疯狂的 idea， 然后让我们的人生已经够疯狂了，那就再疯一点吧。讲完了，谢谢。还有什么要问的吗？还有詹仁雄为什么会来，对不对？詹仁雄是特别来看我的，因为呢然后事实上冯小姐的人缘真的非常好，然后呢这个很多不管贾永杰待会儿也会来，然后据说好像方姐也会来，然后其实布莱德比特跟 JLO 呢现在是因为台湾的天气不好没有办法降落，然后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家一起来同欢，然后很开心啊，包括冯小姐的这个她的两个小孩也都一起在事业体里面有很杰出的一个发展，包括台湾真的第一家正式的乐高专门店啊，也会是由冯小姐这边引进，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我觉得在台北的这个时尚圈呢，我觉得会又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好玩的局面又会展开了。OK 吗？我会讲太多。上次主持的那可以的节目啊，那个好评不断。现在是不是有新的节目要？那个大学生了没事哦，哎呦，你有在 follow 哦？对，其实很多人就是希望我们做大学生了没的网路版这样，那我们现在也都在积极进行了。那最近这个茉莉她录的这一版也已经都放在网上让大家看。那上次 Netflix 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其实也蛮希望能够多访问到剧组啊，不同的戏剧的介绍。那但是也要看平台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预算啦，我不是说我很贵，我是说如果要做一个常态性的节目，那但是接下来我应该会做一些网络节目，所以敬请期待，谢谢。所以那今天所以那节目不是常态性，它不是，它就是介绍拍好的三部新戏，所以 Netflix 那个不是，但是 Netflix 如果要做常态，我觉得也，哎，我自己在幻想我可以访问到多少里面那个剧中人，不管是美剧、日剧、韩剧等等哦，台剧。所以其实如果是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觉得会可以说网络节目又有不一样的一个新的领域吧。
上一集节目还没访问的几位进门还是他们让你印象最深刻。印象最深刻，其实那一天是张孝全，就是他的话变得很多，然后聊了很多。那我是还特别感谢他，但是都被剪掉了，可能他真的聊，他聊到最后，他整个转头，你知道吗？跟那个跟王伯杰聊起来，我说哎哎、你的头要不要看前面？因为他们聊开了，所以就那天整个气氛聊得很开心。然后这个吴康仁，我也是比较没有访问过他，我也觉得很特别。然后张立恒。很会搞笑，他其实是冷面笑匠，所以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可以去看到，因为演员比较没有让我们看过真面目嘛，大部分都是照剧本走，所以那个节目我觉得哎，可以看到很多演员事实上开心了以后，就是话匣子打开之后是很厉害的。这次那个金曲奖有没有特别关注啊？我们这几天刚好跟小燕姐吃饭，然后我有。就也是聚餐嘛，然后我喝醉以后回家就写了几句话，小燕姐看到就说很有感呐、说她的终身成就奖能不能用，我就说小燕姐，可是这是我自己录的影片，你要用的，就是我对她致敬嘛，这样，所以就敬请期待，因为我觉得小燕姐真的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然后也希望大家能给还在电视圈奋斗的这些同仁们继续的掌声鼓励跟支持。那有跟肖哥讨论要怎么给小燕姐惊喜吗？没有就不要吓小燕姐了。然后小燕姐已经觉得，她可能现在自己在想稿子要讲什么吧。但是我觉得小燕姐最大的成就就是她不管是圈内圈外，她做的很多的公益活动等等，事实上我觉得她是非常温暖的一个母亲，对大家来说。你听到陈琳要结婚，你的谁要结婚？陈琳啊，杨丞琳是啊，什么时候？就有说要有吗？他有跟你讲哟？都当然是祝福啊，因为这个李荣浩跟陈琳，我觉得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那蛮期待的，因为他们俩真的很可爱，然后说不定以后会有更多就是。他们结合了以后会有更多的结晶，我讲的是音乐作品哈，当然要生小孩，所以还是非常恭喜 ，OK 吗？这次那金钟主持人能看到谁？我真的觉得很难那个我觉得评审应该快疯掉了，就是势均力敌吧，然后大家都蛮强的，所以评审加油。如果是娇娇跟露露，你希望谁得奖？他们两个有没有一起入围？没有。没有同一个节目，希望谁得奖啊？那这样讲会不会宪哥会生气？就说哦，你希望娇娇哦，你望是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好朋友也在里面，所以不方便得罪任何一位。好，谢谢。快点，我手指要抽筋了。大家这边哦，很好。